嘉义市针对多屋主建发自大的房屋辅导通知函，大约有9500件，主要是联系厝主做计税率的申报为考量。因为目前只有回收5%，嘉义市税务局再度提醒有接到通知函的厝主，务必在15号之前来恢复自家用房屋恢复单，以保障自身的权益。这个是针对3户以上，我们寄了那个辅导函。那刚才提到说10月15号回复，就是把这一张回复函尽快回复。嘉义市政府税务局针对持有4户以上的房屋的多屋主，已经寄发自大房屋申请辅导函，以及自家用房屋编写恢复单，同时建议优先交算自家用应税总现单。那为数字较悬者，前3户适用自大税率1.2%，比较较节税。嘉义市税务局目前恢复单回收率只有5%，税务局提醒4间厝以上的厝主，务必在15号之前恢复自家用房屋恢复单，以确保权益。如果在10月15号没有回复的话，那个电脑档会整个转档，按照非自住的税率比较高，会影响民众的权益很大。那比如说1200的税率可能会提高300块，所以请民众要在10月15号尽快回复。恢复方式会当传真，也是就近提交其他地的税管基金单位，该机关会代为转送到房屋所在地的税管机关来办理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